老板，今天咱就小改上一下视角的吧，当天我院长他也没来。可以啊。可以。喂，小哥，今天有事吗？没有啊，在家呢。没有事，今天来我这里吃饺子行吗？元旦的时候让你来，你也不来，今啊，天也没行，事。今天小麦还在那里是吧？对，今天老麦也在这里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行，过来吧。对了，大队长，哦，大卫，来了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这人路，都来了，哎，那你也行哟，这两公里你都来，那不还咱那时候都好几十公里都行，这两公里还不都走了？等一下，咱弄点饺子吃。哦，弄点饺子。昨天叫你来，你也没来。哎，昨天元旦我来。元旦你自己一个人在家过，有味吗？有味没味的，我不能从你家过。其实一块过元旦也行，哎，你也不来。行，今天咱在这边弄个饺子吃。啊，那行。你忙就俺两人的就行了。你看有菜不？有菜。有肉呢。你看面行不？我去弄菜。嗯，行。这个肉放冰箱里冻了，也没化，先不切肉了吧，先弄这个白菜，把白菜先剁一下。
把那屁股挤有点个不愿。是吗？是。嗯，说啥呢？小戴，这个饺子已经包好了，然后我先去下饺子，你们继续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饺子已经下上了，先盖上盖子，等一下就行了。这个水饺已经熟了。来，饺子好了，吃饺子。来，小盖尝一尝饺子。哦，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很好。盐味大不大？盐味稍微小一点，不要你。挺好吃。再来一个。啊，扎子仁。包饺子就是盖馍嘛。